各位大細超台友，而家係23号8月，我哋叫子時12点几，即係半夜。咁有兩單新聞咧，就要幾重要啊，對香港。一單咧就國內嘅。一單咧就係關於嗰個印太區嘅風雲。先講國內咧，係好嚴重嘅一個旱災旱情喺南方，好多地方去到45度，特別喺重慶添。即是说如果你穿对胶鞋呢，你走出街行一下呢，对鞋都会融了。但很奇怪，在普通的人口中讲中国的国情呢，就说入面的报纸呢样都假的，只有呢日子是真的。好啦，如果國內嘅電視台咧，樣樣都假嘅，只有天氣預報咧係真嘅。但係家喺重慶咧，連啲電視台天氣預報咧都係假嘅，佢永遠都唔超過40度。譬如話你話出43、45啊，再高啲咧，佢都唔會超過40度。點解咧？根據國內嘅情況啊，我唔知有冇記錯啊。即係如果超過40度以上咧，所有嗰啲政府機關啊都要休息嘅，唔想辦公。喺江西咧，就150几年以來未試過咁江旱個波樣。個水低到好厲害，嘉陵江啊、長江啊、四川嗰邊嗰啲，全部都又係江河，廿幾座水庫咧都冇水，一冇水即係冇電啦，發唔到電啦，好大鑊。但係調翻轉頭喺北方咧，就洪水泛濫喎，真係好神奇、好古怪喎。以前大家聽過啦，就希望南水北調嘛。好啦，而家搞咗大半啦，啊個天氣咁樣反常，即係有心整蠱咁啊。根據我哋古代嘅喺玄學嚟講啊，即係話每一個朝代，如果當政嘅人佢嘅德行唔好，叫德不配位嘅話咧，就令到民間好多怨氣，咁變咗佢呼出嚟嗰種氣場咧，就好熱同埋好毒，乜令到嗰個空間嘅水分咧都燃燒咗，所以變咗咧就個天氣咧就非常乾旱。乜除非呢個主政嘅人咧要落台。大家上網 search 到嘅呢種喺民間流傳嘅民間智慧，即係話天象咧異變，喺我哋佛學咧叫熱感元氣，熱感元氣，即係譬如你啲蛇咁有毒嘅毒蛇飲咗，就算好靚嘅水池泉水，佢口水都有毒噶，經過佢。對化之後，係咪？即係佢個心性毒啊嘛！所以大家睇到啦，最近好多新聞，你搞啲一帶一路，實際咧就要搞一攰一老，跟住咧就變咗一血一路，
咁而家變咗咧一拐一賣。好早以前我哋已經批嘅，我佢呢啲咁嘅計劃咧，將來一定一撲一碌，因為心術唔正啊嘛，嚇！所有啲單位都藉口借我一大粒路嘅名，就走之為實，走曬出去咁啊，袋咗落袋，係嘛？又投資乜？又投資乜？咁咪天怒人怨咯！而家佢叫天怒人怨。咁點樣埋尾呢？大家講新聞、講情況冇用嘅，我哋要講埋尾。點樣有咩辦法去可以減輕呢種嘅天象嘅異變呢？根據我哋以前睇嘅歷史，如果你中國的領導人，其實我做一件很簡單的行為，最快呢就是所有的黨員斷食一天，斷食一天，每一個月，跟住咧就呼籲全國嘅老百姓咧，每個月咧喺每個人嘅農曆生日咧就遲數一日，停止咗嗰個殺業。當然你停唔曬咧，但你起碼斷一斷啊嘛。譬如話，我喺農曆十五，我全國老百姓遲數一日。嗰啲幹部咧，除咗遲數之外咧，亦都要叫佢哋斷食一日，連數你都唔好遲啦，食你都唔食，唔食一日唔使死啊嘛！我相信一定有效，一定有效。咁呢啲啊，信唔信就講自己嘅國運啦。